是骚扰，不是追求，这些男人超唔汤。我记得你是念数学系的，那我是念金融的啊。我觉得我们蛮适合生小孩啊。你如果跟我生小孩的话，我觉得你会很满意。啊！坐电梯上去餐厅的时候，他突然转过来，然后这样壁咚我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心跳加速？真的，我到我家以后，他就说，那我今天就听不上去哦。没有，就第一次见面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